看见我走了，不高兴啊？幼稚。哎，还有更幼稚的，拿着。不要。确定？好。 夜色微风拂过黎明，快乐的世界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寒雨，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。谁把心动模式开启？闭上眼，听见世界呼吸。 诉说 ，Love baby， 只对你说 ，Wait a more， 哎，石娇，什么事儿？知道了。 得去一下，工作要紧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奖花落谁家啊！ 每个误会都暗藏了锋芒。
说过，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，吹个蜡烛，许个愿吧。和华生为了增加团队凝聚力的第一次团建活动，所以我们正好来给他一起过个生日，也感谢林总监为团队付出的辛劳和努力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生日礼物还没给你呢，把眼睛闭上。你要干嘛？听我的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Love baby， 只对你说。Wait the more，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？肖一成，谢谢。不止今天，每一天。我希望你永远是我的公主。